from Chinese Taipei, Guo Xing Jun. Thank you. 这次就是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因为上一次拿世界冠军是2013年，距离现在已经过了4年，然后那一路上有经历过就是一些挫折跟受伤，所以这一次的世界冠军对我来说是一是非常重大的，所以就是代表说我又再次的站回去国际的舞台上，对，然后大家非常感谢我的教练，还有我的学姐，还有我的护理治疗师，就是还有整个。 协会一直很支持我们，一直帮助我们，然后还有国训中心啊，一些大家的帮助下，然后我们才可以提前来到美国，然后就是做一个一律训练这样子，然后让这次的比赛可以不会有时差或者是环境的不适应，然后也要谢谢当地的侨胞，还有一些辅仁大学的校友，对，都今天都到场来帮我加油。 然后是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因为今天在比赛的过程中，双方追这个重量，追的紧咬不放，对，追的非常的这个紧。 非常紧凑哈，那这个过程你自己会不会很紧张，还是说你很笃定，你有什么盘算？对，因为一直来我的挺举都会比较强过于我的抓举，所以我对于这次的抓举，我就是紧跟着就是泰国的选手，对，然后因为知道挺举会比较好一点点，对，所以比较有信心，对，可是因为。 就经历过四大运，然后接下来全运会，然后接一些活动，就是身心会比较疲劳了。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，我就是一直要自己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，然后把自己表现好，就是把自己的水准表现出来，这样，然后为台湾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，这样，对。 你刚刚有听到大家都在为喊这个台湾为你喊台湾加油，是你是台湾人的骄傲，你自己是怎么看到对台湾这样的一个使命？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？其实跟上次在15年休斯顿一样，就是当我一出场，就是做选手介绍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么多台湾人在帮我们加油，这样就是真的非常感动。然后也谢谢大家，就是。 就是用这个时间来，就是已经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对，所以很谢谢大家，就是这么晚的时间还可以到现场来为我们加油，这样，对。因为家人是你。 生命中最大的牵挂之一，那今天得了金牌，你怎么办法跟他们说？对，就是谢谢他们的支持啊，就是谢谢他们一直在背后支持我，然后就会继续努力。<笑>对啊，你要不要对台湾的全体的观众，大家都想分享你的荣耀，你也说一下感想。因为这次是很特别，就是虽然美国时间是晚上8点，但是台湾时间是。 中午12点，所以中午有一次不用熬夜看台湾选手比赛的，所以就是很谢谢在电视机前帮台湾选手加油的大家，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然后也请大家继续的支持台湾的选手在就是世界各地比赛这样子。那教练一路带你过来也不容易，有什么话要跟教练讲？<笑><笑>教练好引以你为荣哦，对。对啊，就是。 I'm so proud of you。还老英文，就是算也快7年，快要明年就快7年了，对啊。然后一路走来就是很不容易这样，当然就是相处模式也是慢慢的一直持续的在进步跟，就是升华，对啊，就是对啊，他就像爸爸一样这样子。
照顾我们这样。虽然有时候会吵架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相处的模式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是好，等过一下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其实很谢谢教练这样。你跟许淑静她算是一个好姐妹啦，哈。那她今天负伤，没有，就是最后没有完成全部的比赛。那你自己上次有说你会帮她把比赛比完，那你这一次的感受是怎么样？这么好的伙伴姐妹，没有比赛完又受伤，对，你的感受是怎么样？那因为自己也有受过伤，所以就是应该很可以体会到学姐就是因为因伤退赛的那种心情，对。所以我觉得。就是当因为我们休息地方离比赛很近，所以在隔壁而已，所以有就是有听到就是怎么学姐没有比赛，所以觉得就是一定要因为接着一场，所以一定要就是为台湾拿下金牌这样，对。然后也希望学姐能够就是早日康复的，然后继续为台湾加油这样。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实际上是有受到影响的，那怎么样调试过？刚才在我们这边都哭了，很难过。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我要接着比赛，所以都会就是会影响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力量换成自己在场上的一些力量，对啊。就是最终目标就是放在东京奥运嘛，但是中间有卡一个就是雅加达亚运，因为毕竟上次亚运是负伤参赛，没有拿下奖牌，对，所以目前是当然是希望是亚运可以拿下奖牌，对。Golden 那奥运呢？说一点。奥运当然就是必须得站上那个颁奖台啊，对，谢谢。